口，并且要得人如得鱼。成立于2010年的水深之处福音网站，目前有700位福音作家，已累积5000篇以上的福音素材。每一天有38000篇文章被阅读，平均每2秒就有一篇文章被点开，而其中有80%是从手机来访，也就是平均1小时有超过20000人用手机接触到福音。在真理方面，除了丰富的文章，我们还特地制作了陪读圣经的影片，以生活化的语言带动读者的兴趣。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？我们也留意到鱼群的不同，比如有些人不能吃干粮，就用软性的故事来触动他们的心，并且出版了相关的电子书。另外，当热门的新闻事件发生时，我们会争取时效，立刻提出基督徒的观点，帮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福音。水深之处网站将近80%的阅听人数来自于社群网站的粉丝专页，至今脸书上已累积200000名的粉丝，在流量方面也曾创下单月触及1000万人的记录。在灵活的运用下，粉丝专页不只是行销管道，还制作了各种精美的图片和影音，与网站的内容互补，为着触及并聚拢更多的人潮。2014年起，我们开始建立 LINE 账号，目前已有将近1万人和我们的服侍者密切互动，并持续接受水深好牧人的照顾。在青少年群组中，有个小妹妹说到自己遭受霸凌，众人立刻给她加油打气，后来这位小妹妹也成为基督徒了。让我们一起用水深之处传福音吧。